妈原本是住在花莲的崇光部落，她是泰鲁格族的原住民。秀林乡整个最大最大的生姜部落就是在崇光部落。我是隔代教养的，我是给外公带长大的。蓝妈也曾带小屋的同学回到他的部落，分享蓝妈小时候的美好回忆。我跟我妹妹一起耶，我小时候。嗯，有啊，我们家下面有一对姐妹，然后我们家斜后方也有一对姐妹，那个是亲戚。嗯。泰鲁格族有感恩祭的庆典，即使以前有小米祭，然后我们还有祖灵祭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常你们会听到说哦出草出草出草，我们也有出草祭。就是我可能没有学到的东西，就譬如像我们泰鲁格族一定会织布，对，但是蓝妈不会织布。嗯，对，我不会织布。对，其实我很想要检视一下我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泰鲁格族人。他差一年哈，我都一直给他们上台唱啊，那我就在底下瞪他们，用眼睛去看，哇，他们真的好棒哦，又有棉被，又有碗，很多奖品，嗯，又有礼金，哇，一次都10000块、5000块。哇，好舒服哦！啊，好舒服！我在一个舞团里面担任那个团长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到祭，就是到我们会有，譬如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过一个圣诞节的活动，然后我们那个感恩祭的时候，也会有一个八八节的活动，然后就会全村的人同乐啊。我通常在这两个时间。都比较常回去教部落的孩子跟妇女跳舞。对，蓝妈年轻时有过母亲看到唱歌的架势就知道，蓝妈想要当歌手，她会很多种乐器，包括吉他、钢琴、爵士鼓。南小屋乐团的老师带着团员到处去表演，让宜兰人刮目相看，成为宜兰常常被邀请演出的乐团。文书演出，这场演出一鸣惊人，许多家长及观众朋友高掌声叫好。整场动员更
快协会大赛承担小屋。因为加入乐团，孩子们的家人也会一起去看孩子表演，家庭关系变得更紧密了，无形中改善家庭暴力的发生。蓝妈年轻时也有一段放荡不羁的故事，因为年轻时曾处之收容所，所以参加这些孩子时更能感同身受。蓝妈在去年参加了性别暴力社区宣讲员的培训，成为年度和平宣讲师。蓝妈有四个孩子，两个念小学，一个国中，一个高中。因为有不同年龄的孩子，不能拉近与社区家庭的关系，时常会去关心孩子与家长，也会一起讨论学校功课、生活日常等等话题。唱出了性别暴力防治的心声。筹备了整个音乐节目，真的非常谢谢他，我们值得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谢谢。因为我已经出来太久了，其实还是会遗忘自己的母语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会尽量让小孩子回去的时候，就是过我以前的生活，你就是可以不穿拖鞋、不穿衣服，然后就是。不用筷子吃饭，不用汤匙，没有碗，我们就是很就地取材，叶子也可以拿来装饭啊，对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尽量，我就是让他们尽量回去花莲的时候都过这样子的生活，我就，但是只要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讲说不行，我们要再回复到原来的样子，那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而然就会讲说。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还要装扮自己？但是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禁忌，妈妈就不会叫我要绑头发，不会叫我要洗脸，甚至不会叫我刷牙，然后也不会叫我要穿拖鞋、穿上衣。因为社区里由蓝妈扮演儿少与家长沟通的桥梁，促进双方的关心与理解，自然家庭暴力的案件也就减少了。